卢克来到电梯房，虽然吃了一个队友的全白，但完全不怕。花之巡游，先找到电梯房的人，但是 UCC 是把烟给打掉了，这个是单烟啊！看到了，白子黄身打掉 UCC， 现在点内只剩下 Zeno 了。下个局，这是一个防守方给的烟。找到你了，左右两边都有人，卢克在等，等烟结束，等烟结束，Shark就会露出来。哎，左边有人，右边这个没有打掉，Shark回头很快，但是爆能器已经可以下了。二楼有人的，麦子一波扫射没有控住枪，两个人都在点内。啊，这我卡叔，你该怎么办？要慢摸，要等队友，要等队友。哦。当心手雷，卢克要被炸死了。Zeno连打两个，又手刃了卢克。嘿嘿。打完这份要叫暂停了，这份打完第二期应该是要叫暂停的。投一枪，卢克来到前点，他是买了全甲狙的。他是买了全甲的，他是买了全甲步枪的。摇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震到两个，继续翻腾，直接去推。哎，想要扫射转移，没有扫射到，打了一个闪出来。一点这个是没有多少血的，再打闪，我知道你们在哪儿，他真的知道吗 ？OK， 他知道了，爆能器落在 B 区，先给一个半线，还剩一名敌人，只剩波卡叔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光头，他是没有帽子的，他已经知道两个人的位置了，都在正面，打掉一个，两个人血量都不足，七滴对十滴，用完了，十倍的血量，那山坡地线真的 snail， 但是不敢飞啊，前面有半线。中路实际上是摸过来了，打到一个，现在发现的后点的是狙，飞起来，哎，直接空炮，空炮没轰掉，但是实际上是补上了枪。卢克喜提一把大狙 ，Zeno 现在就是在，现在就是 A 通的踩雷飞剑就过来，我看出这个位置有点危险，被炸死了。不过二楼的 UCC 也是打不过卢克，因为卢克把狙给捡回来了，兄弟，狙正好用。右边有人，嗯，但现在短炮伤害确实低啊，踩雷飞剑就过去，对暗眼，把他们找出来，召唤追猎之灵了。现在 KPG 知道所有人的位置，正面可以去捡下枪什么之类的，但是点守不住，因为点现在是第二季可以进，然后下一个安全包。剩余三十秒，爆能器已部署。掏出神经取息，变成小光头，所有人都在点内打闪，一个圆柱，一个死点，一个必通，是要先封一个 CT 烟，然后再来架二楼。现在有人绕了，我开始看你有没有反应，有，打掉了Shark，我知道你们在哪儿，他也知道了，一打一，你知道我也知道，但是 UCC 他不怕你知道，因为他的枪太准了。斩风地线，霹雳之虎，Shark是跳下来了，现在只有四十血，再给一个军的余波，一波猛混。那要先打掉卢克，卢克阵亡之后，让捡了一把枪，在二楼打掉了 Snail， 现在可以下一个二楼包，二楼前方是有人在守的，尼克是守在了二楼附近，而且石阳也是站二楼的。
碰到一丝血。UCC 现在有踩雷飞剑，他可以丢这个位置。踩雷飞剑丢过去，是要那就20血了。一波猛混拉过来，一波扫射，瓦卡鼠三杀到手，现在变成了一个二打一，这是一个二罗包。是要完全不急，他会绕一波 elbow， 他如果绕 elbow， 对面是绝对想不到的。还有进步禁烟吗？进步禁烟 ，OK， 直接打掉了 Zeno。乌鸦海全城，兄弟，我记错了吗？我看一下，你们等我看一眼。我知道你们在哪儿。你们等我看一眼。不是不是，开始。我给你看一下一路，我给你看一下一路。手最热且有半线的人。装备完毕，我两边互杀一下。开秀。等烟散，我找到你了。铁灵之火来了，原点帮打，二楼踩一个人，先给踩雷飞剑把斯凯给逼下去，惊喜翻腾，然后再加上一个踩雷飞剑把杰内给站了下来，把摄像头打掉了。先拔，拔完之后点内站了三个，这个时候转 B 其实非常好打，但是先漏了一个人，麦子打掉一个两个，我看出现在血量也不多了，但是连杀两人，一颗再打一个 OK。 囚笼启动，先给一个点内隔断烟，先给一个避通隔断烟，安装爆能器，这是安全爆能器，这人要死的，下了包会死。爆能器已部署，左边有人，左上有人，打闪，但是他没有搜上面。Shark 在打掉 Vokashu， 现在这个回防他们确认一个，而且他知道左边应该有一个的，这可惜被 Snail 打了三个。吓死个人，这跳看的时候被 Nessa 卡了一下， Nessa 这个时候跳看要是把对方卡住了、这不是那，这不是 Snail 开了呀，是麦子碰瓷了，麦子走上去的，我看到了。这天闭目，完了，尼克也没了，拉出来一波猛混，这样也被混死了，还打勾。顾客怎么办？支架没架住，从天而降的枪法。这还是个二楼包，这是一个宇宙包啊，二楼必通顶家都能看。霓虹钉其实现在算是比较平衡一点的，已删除，再找一下，再打一个，我看出还在尽力。囚笼启动，二楼现在还有摄像头的，他先看一边，找到了，但是没有打过对手。金大元小千看到手臂，看一下半线没破，摄像头没破，一同来人了，一个华城巡游打过去，卢克倒了，虽然中路的同步 Snail 被打掉，但是没关系，这个二楼包依然可以加，摇起来，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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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二打四。先捡一把步枪，确认两个人在点内，但是这波还没有等波开出，到尼克先自己跳了，一打四。我的建议是波开出宝枪啊，爆能器已部署。我的建议是宝枪啊，这样 KD 会高一点。八发子弹杀三个人。推到后点，给一个前面的烟 UCC， 这出烟是很难抓到人的，因为摄像是躲在了后点，他要架在烟旁边打闪，抽两枪，抽身子直接死，这个推的是铁枪，没有推到摄像，再抽一个 OK， 什么麦子，这个时候需要去的是尼克，因为他没枪，他要去捡中路这把的，保证自己的经济最大化。
剩余三十秒，剩余三十秒。打 A 的话，打 A， 卢克起码杀一个吧。给烟，打闪，卢克来了，抽枪，只要先打一个，卢克 ，OK。手雷是出，哎，我卡叔总是被混头啊。投放闪光，投放闪光，再来，我也投放闪光。朱峰来了一个，但尼克就只打了一个，点点现在还有两个人，沃卡叔和卢克形成犄角之势啊！我方还剩一人，真的是犄角吗？爆能剩余十秒，部署爆能器。推黑脸了，他为什么没有逐风的？抽一枪直接走，下面有人，左边有人，他不知道，他还是不知道，他以为有违法操作，一旦禁止 UCC 区了，他以为有人在帮卢克架，他以为卢克有人在帮忙架，因为一般来说不架这个枪位，有人架他才会直架 B 通，他才直架 A 通，卢克胆大，封锁视野。封锁视野，用一个烟做掩体来架门，闪到了，还有二十秒钟，这分怎么打？二楼下有一个麦子打掉对手，但是铁枪还有一个人，瑞尔用标配抽掉那些撒，但是交叉枪剑的事儿可架得太稳了，瑞是可以打游戏的那个。剩余三十秒，安民红军，哎，卢克打掉一个，第二个。换子弹，还有风，但是风没开起来，因为风现在就启动时间太久了。哇、哦，我看数三杀。解说，哎，解说 POA 感觉可以。POA 其实里面有很多细节啥的。假装打 A， 再转来 B。B 点前点是有一个社交炮台的，这炮台看到人立马就会死掉，就会回防。哇，尼克还单，他还吃了十八点伤害。封锁视野。雷击剑没有电到卢克，卢克就躲在这里等人。他关完门之后就站在马路中间，成为了战神。OK， 他退回来了。一周一到两个 POV， 我操！说实话，说实话，我记得玩机器以前说过这话呀，但是一年一到两个都没有吧？封锁视野。哎，在狼狗这块，我觉得我应该是师承玩机器的。卢克打了一个切刀往后走，他切刀主要是自己没子弹了，一通还有人的，但是 UCC 混了一下，把麦子给混死了。来打一个，再回头是要连打两人啊！再打一个，一打一，一混。是哟，鬼鬼烟中恶鬼，不对，烟外恶鬼。推黑，现在知道右边有一个人了。Zeno 他是有一个剑影的，但他传完剑影之后，这个位置就不好打了。哎，先传一个二楼，现在左右都有人，还不交剑影，直接硬传，传掉了 Zeno。现在左边、二楼、正面都有人，再打一个。Shark， 哎，不是，有些时候人真的很倒霉。你看卢克这个，这就是最强。违法操作，一概禁止。啊，你们快跑吧！此区域无人。好，一回来看到了残局精华三打三啊，三个人都是啊，一个人现在在 B 通的麦子打掉对手之后，现在这个残局
对于 Zeno 来说不是完全没机会，因为尼克举很少。他选择先去捡枪，放脚步捡枪，但是脚步确认之后的话，现在基本就没什么机会了，因为他走到点内没有时间拆包了。一个两个扫射转移，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这就类似于冠军杯赛，但是你赢了冠军杯赛，你可以和次级联赛的队伍以及联赛的一些队伍去抢最后一个究极名额，就是类似于 DOTA 那种入围赛一样，就是 DOTA 那种DOTA 那种海选赛一样。我方还剩一人，最后一个在 B， 他是打掉了上街炮台的。遮天蔽日，永别了，烈枭。探针匕首之处，小心闪光！小心闪光！直接来准备来点内了。侦察该区域。平地剑找人，那要先打掉 Shell， 然后再推黑。旁边这是一个对手的推黑，这都推到了，而且还穿掉了卢克。这三个人在点内尬住了，现在点内还有一个人，但烟马上散了，烟马上就散了。他如果从一到跳的话，这尼克是没血的。一枪致命，打闪，根本没闪到人。爆能器落在 B 区。因为如果你要打 B 的话，决斗者不可能撤到那么远。推黑，黑到两人，两人一波猛穿，火力压制，被穿到没血了。两个人走了过去，现在这一波 A 小 A 大的夹击是成功了，但是损失了 Vokashu 一人，现在没有人断后。我是猎人，滋滋。剩余三十秒。哦呦，差点给卢克射死了。卢克71血，射到这一箭就直接死，因为一箭是80。还剩一名敌人。搞定。再见。还剩一名敌人。啊？解决三个，要硬拆吗？哇，麦子，麦大帅！为什么看后面？因为他射掉，就是他在射掉正面这个人的时候，后面没人补枪，所以他直接看到后路。哎，看到人了，有人被照到了，但是 UCC 被左边吸引了之后，尼克打掉了他，而 Zeno 是完成了两个击杀，再传走。这是一个 B， 这是一个中路爆能器。倒计时开始。在等人来，我开始知道后面有人吗？先打人还是先打？他都要先打人，先打大招，他全部打掉了，还剩一名敌人。现在麦子要做的就是一件事，他保把狙，然后走。对，射根箭，假装打一下，这肯定是打不了的，兄弟。兄弟打不打？打不了，帮我捡狙，谢谢。下把没钱的。然后马上到了 Shark 马上可以打一个背身，算了，那没事，有机会。他说这张图和那个他是说Heaven 影视修所以及员工重镇这两张图可以出，因为他觉得他的那个易碎很 OP， 至于其他的就是一般。摇起来，等，丹麦子射出去了，通通给我上！哎，不对，卢克没射出去，这怎么还有一个卢克啊？哦，卢克没封了，他逐封交过了。爆能器已部署，这里有枪啊！这里有枪，你们快跑吧，小道放的。现在确认一个的位置，先要把他抓了。先给矩阵余波一波猛穿，还有一丝血，我方还剩一人。我开始躲在了二楼下，现在最后这个人血量没有多少的，队友爆了血量，但我开始没有打过，直接准备打点内，山崩地陷来了，直接逐风来到前点。哎，他不知道后面有人，这波打了一个，立马就被尖头补枪了，回头被闪，再一波硬穿，这个是没有防弹幕的，不过我开始是拉了出来，打了两个。大叔这么牛啊，打了三个，他们正后面去了，是一个 CB 连接，就是余波他正 AB 连接去了。
卢克一枪被摘，但这爆能器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动啊。后面有人看到了，一波猛抽，啊！哎，要是你交更多的技能来搜我，山梦地线，局地剑，找点内，点内暂时没人。第一个纳米风群来了，再来一个雷击剑。现在我们看一下，我看说他是没有。巨阵余波呢？就这样拆完了。哎，还行。再来一个雷击剑，我兄弟，这回轮到我来混烟了。一根雷击剑电死了 Shark。你带包的兄弟，带包的，这位置搜了。没打过，卢克再来也死了。凹槽会搜的，这位置会搜的。只是没打过而已。我也换高明了。但我发挥和以前一样啊，因为都打不中人，换高敏低敏都一样。剩余三十秒，下个包，下个包挺好的，下个包加点钱。剩余十秒，剩余十秒。爆能器已部署，死了。哇、哦，多换了一个牛逼！当然，他大招顶数已经满了，马上就是一波，通通给我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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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哎，有死角，有死角，点后还有人的，死掉打掉一个。尼克立马补枪，这一波换的很惨烈，但是最终在点内还是赢了下来。啊，爆能器，快跑吧！不是，这为什么不搜啊？他为什么不搜这儿？啊，不是说这样不好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敏度。你这可能属于天赋异禀。山梦地线累了，刚好震到卢克，直接给了一个顺云，他还没有跳，再拉下来的时候人已经到右边了，到后面去了，而且杰总还打了两个，兄弟们一波硬拉啊！好好好。他站在这里是不让狙推出来。山梦地线，这都被找到了，这个位置可以穿的。山梦地线，狙着余波，哎，拉过来打了一个，还一个人在点内，卢克在跟对面玩二人转，来了又一个侧身，还来吗？麦子又打掉了 Zeno， 现在可以直接下包了。来，现在就等这个烟散。狙着余波，又来一个。你看他这个站在前面就是有这个好处，他能帮队友架枪，你下包随便，你下包随便下，死了算我的。当然他死的次数也很多。敌人已灭，敌人已灭，不能再搅了呀，兄弟们，也有人没钱的。你看尼克300块，卢克550块。又狙一个，那麦子给自己买，我开始发一把。摇起来！摇起来！直接进点，没问题。20秒钟进点。打左边右边拉他死。